어울리는 주곡 알라제와 어어였습니다. 됐어요? 이상呢就是非常适合庆典的 Energy 以及偶偶两首歌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 여러분,你们开心吗？ 很好，今天是 Festival 的最后一天，所以大家要像现在一样继续开心哦。你们刚才都没有被我骗了吗？本来说是 Solo， 哎，这个看来你们很聪明。 但我觉得吧，现在这个氛围还差那么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刚才唱了四首歌，现在唱了两首歌，还不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觉得应该是唱这首歌的时间了。怎么说呢？嗯，这首歌呢，真的就是很火，就是我觉得就是最近不分男女、不分年龄段，应该都知道这首歌。 所以你知道什么歌吗？没错 ，Queen Car。제가 어제 이 노래를 Queen Car처럼 즐기기 위해서는 딱 두 가지만 기억하면 된다고 했는데 혹시 어제 오신 분들 기억하실까요? 昨天呢，我有说想要让大家呢能够像 Queen Car一样的享受这首歌，所以呢只要记住两点就好。那昨天来的人还有人记得吗？ 어, 다시 알려드릴게요. 첫 번째가 뭐죠, 시호 씨? 第一点就，我再重新教大家一遍了，就让舒华来教一下。好，第一点就是群唱，大家都背好了哈。背好了哈。啊，这边背好了哈。对，여러분，진짜 쉽습니다. 이것만 따라하면 돼요. 各位真的很简单，只要呢按照这个部分唱就好。 아마 퀸카 아마 퀸카 아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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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퀸카 아마 퀸카 와우 너무 잘하는데? 예, 太棒了吧 그리고 두 번째 팁은요 다 같이 체크 포즈 하는 부분에서 사진 포즈를 하면 되는데요 오늘은 어떤 포즈를 할까요? 然后就是第二个小诀窍我们在 take a photo 这个区间呢摆出拍照的姿势就好今天要摆什么样的 pose 好呢 그러면은 이거 어때요? Queen 摆这个姿势怎么样? Queen 的姿势 可以啊可以吗? 可以啊 OK吗? OK OK 要检查哦 一会儿我们唱的时候，你们要边唱要注意，一定要不要错过这个 take a photo， 好不好？所以大家就是一会儿听 Queen Car 这首歌的时候，默念我就是 Queen Car。你唱一遍，又来啊？对，<笑>你们要听吗？中文版的，中文版的。<笑>昨天就这样唱，今天我加一点表情哈。我就是 Queen Car， 你想成为 Queen Car 吗？ Are you guys ready? Yeah! Let's go! Queen!